ไงครับเจ้าเลย你会喊银锤怎么这样来你可真会想清楚那他当躲到这么个销魂窟里那他们还在等你呢对他们来干什么我还没有听命官对他们来你们不要过来你来他们来别再做困兽之斗了让他们到白色里跟我们走吧谁你这么大胆把我的师父都被下了牢狱你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想得如何怕你了怕妹妹一落在皇上面前失宠不行我一定要回京处理要让阿哥都怕这边就走吧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云禾姑姑好消息沙海爹俩快不这么转到快到什么水寒找到杀害你的真凶来了这些你这么敢做应该我凭要不了没个怕怕着为其余照为人恩他要算这本钱千万断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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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得宝得宝少林我不给你的快杀一点吗不管我的事看不了他我也没办法我们看不看他们当是上公公让我这么做的真的是上公公他为什么要害我爹你岳伯父因为我破刀因为你爹和袁大人为了占到位置单公公勾结外邦的政务我乐得如不情不敢承认皇上单公公怕我乐得从前面的我立过来对他不利所以你把控再派我杀人吧勾结外邦本来就是不对但单公公既然你之前这样对付我爹和袁伯父宽带面怎么会撒呀我靠孙渊银华我该给你报仇了你犯个光卖流利了出来迎接光卖流利了我来了你要给别人给套到京城去这边我们马上知道时机败了所以赶紧逃走好被关内都给我进去走快点快点快点雪寒到现在我才终于相信你是真心要替啸天洗刷冤屈的我之前那样怀疑你实在是不应该啊李华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夫妻之间有大仗更有彼此信任我希望你以后也这样会的一定会的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怎么会瞒着你？那就好啊，林大队长，我们在密室里找出这些文件。放着上帝帮你，真是大逆不道。几个歪门勾结，还收取贿赂，居然想成王当一国之君！单公公，要把你杀掉，你的宝钢喷出，来门上天亮。这些都怪我，没能及时分辨重剑，没有查清真相，一直害你袁伯父一家和师父都惨死，害得小天逃亡逃走。真是太大了，就天风惊天了。雪儿，别自责了。我知道，你也不愿发生这样的事。大家都是受了上公公的欺瞒，幸亏现在真相大白，我们终于可以替小天洗刷冤屈，替我爹报仇雪恨了。我马上把这些证据送回朝廷，务必要抓到山公公那个狗贼，叫他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一昭天下。也好高呗，师父的在天之灵。你们串台好了，又怕自己灭羊了。哼，怎么留羊的盗贼，还怕有人在你地牢里受了十年的牢骚？我今天把鸡黄皮肉王嫂给成年旧账东关清木，我能看到他到我要杀你。今天老杨羊为了换，让你有机会向我报仇。听着，我那这真心天策呀，我这不怕了。你这现在造成恶贯满盈，妈妈，今天才让你死，已经是便宜了。爹，原来不能放谁靠法医呢？小天，我老实来。你受内伤了，我看没事，是我连累了你。不要说了，小天，我知道，都怪我一时冲动。你猜，不辞而别的去找上公报仇。上公报仇，说起来，还是我对不起你啊，小天。不是这样，你给我回段家山庄吧。无论如何，我四方门与上公这伙人恩怨深重，我不可能置身事外，让你认识。再说，我的心儿婚事如果得不到你的祝福，我会终身遗憾。